长跑到100米，找人一道保养，之前都比我在齐泰还猛。13岁了。网传白沙镇云台小学一名学生称头晕不能参加跑步，但被老师拒绝。孩子在跑步过程中晕倒后被诊断为脑死亡，躺医院一个月，学校不管不问。家长昨天还在我们学校处理这件事儿的，教体局的领导包括学校的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件事，一直都在积极的处理，包括现在也正在处理这件事呢。